他命都才没了，那就 F 楼开一波吧。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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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装蛇皮啊，在这儿。 给自己妈命都装没了，先刷十人，刷红的话浪费时间，先刷十人。安东森，噔噔噔，打的就是你，漂亮，下路直接 double kill。 这把十职业选手干这么，操！他他妈一枪把他们老红 buff 打飞了！哎，不是，你是瞎子，完了！哦，他没闪了，我好像活下来了。他这个蓝 buff 好像不太好打呀，妈被烦死了！这碧蓝枪还没用闪现。 这是有眼吗？哎呦，漂亮！发条有点顶，摆个盒子去。血量太低了。怎么说？盒子来个小恐惧，没血了，摆个盒子，搞个三档七七八，闪现 A 拉扯，漂亮，有盒子能救他。这是主播的盒子，但我确实没血了，兄弟。哎呦，真是大乱斗，我操！ 老师每一波都是一丝血，主播人送外号极限小子王，又来打架了，过来吃波经验，经验吃了就行了。又来，又是全失血，哎呦，哦，老师又是一丝血，能救你吗，兄弟？搞个核泄吃吧。 打大乱斗是吧？不是，老子一条命打他妈三波他，装什么啊在这儿？不是，根本就像他妈牛粪上面的他妈一朵花一样，巨烦。 不是，完了完了，操！傻逼的，我干嘛往那边走了？后退不行了？我真是大乱斗，妈个人玩，好过分呐！不是妈不当人是吧？ 操，好逼烦！我这不打的老懵了一我操！妈出门就打的，比蓝枪野都不刷了，宅种，宅种蓝枪，我靠，真是宅种啊！我操，一个红 buff 引发了血案，哎，我这不傻杯了，送了一只。 老搁这逼打逼打的，又来，走走走走，不好吃个虫子，慢六分钟，五分钟二十个头，给我的打的也不会完了，兄弟，赶紧趁着没人发育一下。
我还是悄悄咪咪刷了几波野，不然这有点搞笑了，兄弟。没事，我扫描了，我抓这个野。这个虫子我们看能不能吃一两只。没眼，看来是在虫子里面丢的眼。偷一只。哎，我刚好一过来他就来人了。我刚好一去来，你怎么这么巧啊？贪米侠是吧？这么会抓贪米啊？应该打后面的，因为这蓝枪没闪，那个剑魔全技能不好杀，看能不能把这个红守住吧。靠，真给我人打闷呐。红还在吗？裂开了吧，跟过去，队友打架了。发条，泰坦来了。操，没技能跟。哎，被勾了。在路上，在路上，兄弟，别慌。好台，要飞过来了。来个人头，飞镖减速。哎，对，哎，对，点信号了。我在，兄弟，追追追，有机宝，他没机宝。就是干，有闪吗？行进速率减，哎，没出来，哎，这没出来，不好意思，反伤喽，嘿嘿，他妈，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？妈逼，一剑空了，是他妈死人了，知道了。真的打八轮斗，能不能稳点啊？那个避难枪，砸碎。打得好恶心啊！哎呦！别，冷静点，冷静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看不懂了吗？一直搁这打。喜欢打龙，给你。能走吧？又急，哎，我们先刷波野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对，给我点信号，请求支援。他们辅助是没闪，他们 ADC 没闪，确实可以抓。那我就不刷，算了，洛才四级，没那么好抓。洛是四级，可能有点碰不到了。我们直接跟蓝枪一起走啊！蓝枪这波在上路，注意看这个上路血量。如果没机会，我们就 B。哎呦，被逮住了！虫子一分钟。哎呦，应该是被 R 到秒掉了。破开了维鲁斯的大招，危险程度很高的。这波我在靠，咱们直接隐身过来，帮他反蹲一下。稍微等个 Q， 蓝枪也在下边呢。哇，这个反应！过来下就好了。我移速很快，我只能说，我移速巨快。哈哈，兄弟！想不到吧，我移速巨快，要推回来，又推在这后面，又在打架，我靠，又来了，又是大乱斗，正在路上，先退一下给你们，被刺一刀，A 飞镖一丢，再 A，
又被换了，没关系，干就完事了。我操，能打龙吗？哦，能打虫吗？开了刀打吧，打快点，应该是能打的，打中间那个，不是吧，哥们？装备不够，完了打不过。别打了，别，我的，哎呦，有点不服了，这不，哎我，我亚雷，有点妈不服了，说实话，有点不服了，说是，操，我这波分身还没 A 到他就被这虫子打死了，不然有一说一 A 他两下能反一下，主要是没回家买装备，逼打打些逼破烂的这打，我干就完了，我也是不怂的呀。装备不够，打不过他。先买个这个，可以买双鞋。等会再出亵渎。想打虫子嘛？八级，等级还跟我一样啊？只能枪凭什么？我在靠，兄弟，你还在往那边走？哎呦喂，他不往那边走，说实话还能活下。完了，被 A 到了，哟，拜拜，哦，又闪现，不好意思，闪有点高 ，Q 我的 Q 都给他完全扭掉了，兄弟们，可惜我们要招了，哦，闪非常高，哎，就是干，喜欢打就打呗，不怂，不怂，干就完了，谁跑谁儿子，九级了直接。九级了是凭什么？单枪刷的比我快？不可能吧？那我该买亵渎了，亵渎比上任厉害一些。上任的话，主要是一个无奈之举吧，无奈之选择。伤害并不高，但是亵渎不是无奈之选，亵渎是首选。看来下次得注意一下。他有不假鞋的，不好搞。主播玩的什么游戏？主播玩的是英雄联盟变态版，复活时间减半，成长属性翻倍，野怪经济翻倍，小兵经济也翻倍。英雄联盟变态版，过来反蹲，有不下鞋不能秒啊！点雷了。能打先锋吗？有影儿，先帮兄弟把塔拆了。差500块钱，这有人呐！老子知道这有人，但是我落过来了。哎，丢不出技能。操！应该等个盒子的，或者等个 Q 去上打中。有点急，等小龙，别慌，这把就有点意思了。哇，今天是疯狂打架日，这是九职业选手的局吗？接下来我要开启王者模式了，我现在将一次不死，将并且超神。看我表演，兄弟们，这波搞个亵渎出来，有亵渎我们就起飞了。等我一下亵渎，别着急。我经济很好了，兄弟们，70块钱，这波亵渎一买就可以回家了。有了亵渎，接下来请看我的操作。
开启屠杀，亵渎登场。走，直接给墙，怎么办？完了！哇，他那个蓝枪的配合非常的好啊，持续的在寻找节奏。咱们去把红偷了，然后准备打小龙，先不给了，无所谓。谢谢路过地的粉丝白，有眼，30万元搞一波。去把他的红给他反了，然后我们准备打小龙。这波小龙可以打团，团来找谁？发条 ，ADC 优先，其次是蓝枪，然后剩下的人就打收割。好，直接 Q 出来打一套对面的卢锡安，维鲁斯，打不挡勾？哎，我亵渎呢？哎，我他妈亵渎没按出来。输了，先走盒子打人。队友这边是多少血？满血好像是，我血量有点低，先把眼压了。我血都没流出来，不然这个人直接秒了。摸了，够摸了的。别追那个了，打前面了。在搞摸的，你莫搞了，等我再搞了。我帮你弄。大躲 WQ， 还没有料，一丝血打不死了，没躲料的 WQ。 直接给炸死了。哎，我这个分身怎么追上他的呢？减速太屌了。你去都反了，这波经济得吃，人家好高等级啊，是队友中奖，有12级，偷一波，看人赶紧跑，哎，不要贪。下个装备的话，对面其实没什么特别多的护甲，主要是中单有一个小金身，小金身小护臂。我们下个装备的话就不买大三甲了，还是买收集者吧，出点暴击。边上有人呢，哎，这是个蓝枪，小心点，眼都给他 A 了，胆子太大了吧，追手，成绩减速，再飞镖减速，把减速续满 ，A 一下亵渎，一个贝兹带走，伤很高啊，这套方法，看有三狼吗？没有。我这个 F 六，我这个蓝吃完，我应该能回满。不谈，先刷。发条没大招，不管不管，先吃蓝 buff， 先吃蓝 buff， 蓝 buff 吃一波。哎、啊，对面游戏好像已经雪上添霜了。我再往上靠，发条满血打他一炮不？我这血量有点尴尬，没打到。没什么机会。哎，把技能放了就没办法了呀。哎，但是有个坏事，没惩戒了。我这蓝枪也太嚣张了吧，妈打带链是吧，还出无尽。打主播的扎口他敢买无尽，太夸张了。钱够收集者了。Go!
杰斯的爆发直接秒人，杰斯本来就爆发高，正常的爆发都是两个技能秒人或三个技能秒人，因为你没有肉装嘛。那杰斯应该是，杰斯六个技能数值都挺高的，他每个技能都能打人小半血，基本上两个技能中接个平 A 就能杀你。小丑的伤害差不多，就等于一个强化版的大炮了。还是他们要近距离的，不贪稳一手。这把对面打太乱了，所以咱们也是嚣张了吧？位置不是很好，被刺一刀，从屁股后面偷袭，飞镖亵渎，再来一发被刺，火龙拿下，这把对面结束了呀！哎，没办法，对面他妈在靠，对面他妈在开运气的打游戏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打。哇，只能说这把就赢手什么赢手，我们全是首发，对面全是替补，对面对不起全体，我们这边都是一线战队，一线二线战队的那个首发，对面嘛全是二线的，还替补啊，有的是打得不好，队友才打，我们把野区经济稍微吃一波，这不回家出门直接无敌了。啊、差距居然这么大吗？差距，差距太大了。这把可以看到人头是真的多，多的有点吓人了。哎，一刀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没人。加分喽！我说了，兄弟们，无论挡在前面的是什么，我都会将它拨开。也许无法战胜它，但是骄傲的勇士永远会向它发起。